哎呦，加侦查。炖排骨。这火呀，真好啊！大伯，你说这些排骨够不够咱们这些人吃啊？还有搁的，还搁的吗？行，多搁点。这排骨也不少，100多块钱呢。小子，你看没看着？炒排骨就是炒这样的，把油炒了。料必须得全，是吧？老实一碗油，多怼里点。多添水呀、啊。三舀子了吧？再来一舀，四舀子。多来点盐呢，菜多呀。开锅开炖，先炖它半大点。放点宽粉呐。放了两个土豆，有的吃土豆的。可以。炖的怎么样？瞅行不行？啊，一瞅就是是吗？是你吃土豆，我给你烙点嘎巴儿，老香了。没吃饭，没吃饭，来，每顿必须得有的，就搁盆吧，啊，凉菜，搁的海带，他是搁的白菜，我搁豆角拌的凉菜，没搁呢哈，没搁干豆。搁瓶吧，来吧，喝一口吧，来吧，来。不是，我说真的是缘，这是缘分。那你看没有明伟，咱们是能说这成吗？是吧？啊，把我辣一了。这没闲的劲吃饭白扯。这把子没疼，搁太阳晒的，没疼了。完了，今天是都累了吧？那这新酒啥酒？这你家酒？啊。嗯。哎呦呦！加侦查，你要吃生的有啊，自己拿啊。你们说这铁锅炖正不正宗啊？太正宗了，太正宗了啊！他顺溜溜，牙不好你就打两个。这排骨是假啊。喝两瓶，喝两瓶，休息会儿再干。别着急，我俩一瓶是好，我俩。不是，这辣椒值了。凉菜咸不咸呢？正好。啥时候再收剩下？现在成不成了？你不管啥饭，只正是副菜没了，主菜都在。你看排骨全剩下了，粉条全都没吃。这粉条正常的啊，再多点，有没有要吃？再吃点，再多。